刘大人看什么呢？丞相，皇上要你我监斩王庆，现在可已经到了53刻了，怎么不见人犯呢？你急什么呀？那王庆虽然犯了死罪，但终究是皇亲国戚，得给人留点体面，不是吗？不能让那些围观的老百姓随便羞辱啊！啊，是丞相安排好的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人犯就在附近，时辰一到，立马入场。哦，早该来了，还不来？二位大人，犯人押到，有请验明正身。啊，已然验过了，人是真的。法场听令，即刻开展。是，慢。丞相，怎么了？刘大人看清楚了吗？这皇上已然验过了，工人听令，在即刻开斩。这不能斩。好，丞相，斩斩斩！丞相。九泉之下瞑目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民女难以回报。江玉珍，刘某身为言官，惭愧之至。感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了。远走他乡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大人，杀了一个王庆，他的亲属爪牙都还在，难免会报复。我明白。哎，这是鹿饮和一点碎银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你在外地有亲属吗？民女有个妹妹在湖州。好，那就一路珍重。谢大人。霞
小子，闪人！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给我闪人！我这是公事儿。不认识我是吧？那你认识他吗？那能说说你进宫是为何公事吗？这也是你能问的，耽误了公事拿你试问。起开。这么狂妄啊。切。哎呦，这皇宫也忒大了，皇上到底住哪院啊？公公，放开！耽误我办公事儿，小爷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事儿啊？要跑到咱这后宫来办？说说吧，哪儿来的？哼，都见着牌子了还不放人？等小爷我待会儿见到皇上。皇上，你怕是见不着了，阎王爷倒是等着你呢。不是，怎么着？这牌子不管用了？刚才小妖我在东宫门一亮他就进来了呀。两回事儿，这儿是内宫，哼，除了皇上没有一个带伴的能进得来的。东宫门你是进来了，哼，可是守门的警卫们早就把你进来的消息传了个遍。嘿，你要是真去外朝房办事的也就罢了，知道不？好多人在高处看着你呢。哎呦，那就麻烦你们通报一声，我是来找皇上的，就说我刘毅要见他。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皇上也是你随便找的？尊姓大名啊，我去给你通报一声。哼，那你们就洗好耳朵听着，小爷我原来姓乔名二，是宋代丐帮帮主乔峰的后代。哼，现如今被皇上赐给刘伯温大人做跟班，连小爷我这个名字都是皇上亲自的。孩儿们，有这小子满嘴胡扯，得先教训教训他，先给我尖尖的打二十板子，要照那肉厚的地方招呼，可是要听见响儿呢。打，我狠狠的打、你们这帮死太监呀。打啊，打，狠狠的打、死太监。住手。啊，娘娘。见过娘娘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回禀娘娘、娘娘，马娘娘，我是刘伯温大人的跟班刘毅，咱见过的，您忘了？见过，在景深殿珍珠翡翠白玉汤，我做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娘娘，我偷了我家先生的牌子来找皇上，有个事儿说，这事儿还非得我出面不可。好吧，跟我来。哎，刘芳啊，刘芳，哎，来了，大人。大人，看见我那块龙牌没有啊？龙牌？什么龙牌啊？龙牌就是进宫用的那块。哦，那牌子谁敢动啊？哪儿去了？刘毅回来过没有？啊，打法场回来就没见着他。坏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会转达给皇上。啊？不，我要亲自和皇上说。你小子忒胆大了吧？小子就是要找皇上评评理，我可是救过皇上的命的，我说的话他总得听听，对不？再说了，没钱吃饭的时候拿我当朋友，换上龙袍了就翻脸不认人了。行了，那刚才要不是本宫碰见您，你小命早就没了。
小的谢过娘娘。你小子还算讲义气，我喜欢。我也不能就这么白受你这个头啊，送你点什么好呢？啊？哎，把脚伸出来，我看看多大。哦。好，跟我的脚差不多。我呀，就送你一双我亲手做的鞋啊。你不用试啊，我这眼光差不多。这鞋啊，穿上真跟脚啊。谢娘娘，可这也不是官靴呀。这鞋结实着呢，在我们老家叫踢死牛，穿上啊好走路。那小子就先告辞了，出来久了我怕先生挂念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啊，还差点忘了，到底还是想赏我点像样的东西。这是刘伯温送来的他家乡的青田石雕，小兄弟你把这个替我给他带回去。我家先生都送你了，你怎么能让我送回去呢？哎呀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，把这个东西也一起都给他啊。真抠门，记住了啊，这俩东西你好意思拿出手，听见没？哦，听明白了。娘娘，您要是实在没什么别的赏的了，那小子就真走了。嗯，走吧。娘娘，那个您这皇宫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，咱们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。娘娘您人好，小子就再给您磕个头吧。哎呦，免了免了，别再把东西给我摔了。来人，娘娘，把这小子给我送出宫去。是。娘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走吧。走啦。哎，到底是个孩子。娘娘还给了你什么？哦，还有这双鞋，说是穿上它好走路。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这桃就是桃啊，再加上这几颗枣，就是早点桃。还有这双鞋，就是让我穿上它和先生一块儿走。哎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嗯。哦，先生你早想到了，是不是？看来娘娘和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娘娘那个人看着就面善，心眼好。我跟娘娘说了，李善长法场调包的事儿，娘娘说会转告皇上。但愿吧。臣姬言，自陛下扩苍山李昭，转瞬十余年，所蒙恩典无数，高官厚禄惠及乡里，虽百死不报万一，自当结草衔环，鞍前马后，竭力与大明继业，以偿陛下知遇之恩。无奈桑榆已晚，夕阳迟暮，长叹力不从心，加之经期病甚，思乡情切，数番气请臣送其归家，斟酌再三，君之天恩犹有报时，夫妻伦常诀别有日，故惶恐请辞一切官爵，复为陛下恩准，不胜感激涕零。臣刘伯温再拜顿首。你旨，刘伯温请辞。
不准。特许返乡省亲，时限七个月，且随时听诏回京。人生五百岁，百岁复如何？古来英雄事，各领归山河。古来英雄事，各领归山河。